界足迹，亲签四万里。大家好，我是刘晓庆。亲签四万里，要请各位观众朋友跟着我们的足迹，用不同的角度来探索世界。赶快看一下，今天我们要飞往哪里呢？从台湾往西方出发，穿越中东，飞行9963公里，我们再一次来到法国巴黎。巴黎位于法国北部巴黎盆地的中央，以西皮岛为中心，向外扩大成20个区域，形成现今多元的样貌。有着花都美名的巴黎，更是聚集浓厚艺术及传统，是旅游的热门城市之一。今天跟着世界足迹，我们即将前往巴黎，晴天四万里。巴黎还有什么特色呢？我们来听听看傅凯怎么说。我们要用数字来认识一下今天要去的 Paris 巴黎，代表巴黎的数字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20，哎，20是什么呢？不知道。20世纪的时候呢，浪漫的巴黎呢，其实有一间书店。哎呦，那间书店的名字呢，叫做莎士比亚书店。那个时候呢，很多知名作家都会去，大家想到，比如说像海明威，费兹杰拉德这些呢，知名的作家都会到那边，哎，看看书，跟大家聊聊天。不过呢，二次大战中呢，这间书店就倒了。不过呢，在1951年的时候呢，美国人在巴黎呢，设了一间书店。那个时候呢，是个文人聚集的场所。后来呢，经过那个时候当地人的同意之后呢，也有重新改名叫做莎士比亚书局，也取名叫莎士比亚，希望也是一个文人聚集的一个的。美国人在巴黎开的书店叫莎士比亚。是的，没有错。其实藏书相当多，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哇。感觉有点像这个，好满哦！斜角巷里的书店，对啊，是的，今天介绍了巴黎给你认识，谢谢傅凯。Bonjour， 再次聊到巴黎啊，这个巴黎跟台湾的距离是9963公里，非常的远哦。好，今天哪两队来跟我们这个累积里程的？来，首先欢迎雷梦带领的法式幽默队。大家好，我们是法式幽默。法式幽默由林奕轩、陈慧莲、陈荣泽所组成，三位都是慈济大学毕业校友。来势汹汹的他们，是否能顺利获得里程数呢？看来今天的比赛一定十分精彩。对这个法国的印象是什么？咖啡厅。咖啡厅。对，咖啡厅很多，对不对？很喜欢喝咖啡。咖啡。特别是站着喝咖啡。哎呦，真的吗？我爱站着喝咖啡。站着喝咖啡，站在外面喝。因为站着比较便宜吗？是站着比较便宜。是哈，坐下来要比较贵，还没介绍到底你干嘛？好，欢迎法式幽默队，赶快让雅莉讲话，快点。对，我们是 LBT， 由黄雅云、林伯廷、刘彦辰三位好友一同组成。虽然没有到过巴黎，但是战斗力十足的他们，今天是否能挑战成功，把里程数带回家呢？好，欢迎 LBT 队。在浪漫的法国会有什么题目呢？再次提醒一下 ，LBT 好是我们网络报名，如果今天获胜的话，可以抽我们翻倍抽抽乐。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个单元，数据看国家。数据看国家，透过5个数字了解一个国家与地区，地球中浮现的数字线索延伸出题目，率先抢答到并答题成功的队伍即可获得1分。来看一下，哪5个数字跟法国有关系呢？请看。好，就这5个数字了。来看第一题，出现数字是1889，年份、年份，对不对？1889年完成建造的埃菲尔铁塔，是法国的文化象征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建筑。请问，当时是为了庆祝什么来建造的？一、光荣革命；二、英法战争；三、法国大革命。是7年战争，请讲。LBT， 请讨论。我们这里是文化地理系的哦。哦。以时间点，好，是为什么？应该记得。好，我们的答案是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一，傅凯。在1889年，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100周年。
而且当时候法国也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埃菲尔铁塔呢就在那时候诞生了。而且，哎，这名字怎么来的？因为设计那座铁塔的设计师叫做埃菲尔。我们来看图片，大家印象中白天跟晚上一样很美丽，漂亮，很漂亮。对，但当时候呢，它建造出来之后呢，都是世界最高塔。直到了纽约的帝国大厦出来之后，哎，他就退居第二啦。所以不好意思，答错了，好可惜。好了，我们看第二题会出现什么数字？数字三，三种颜色，看一下，哎，蓝色、白色、红色就是法国国旗的颜色，对不对？好，这个国旗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啊。这欧洲的国家的国旗以三色旗居多。据说三色旗的起源来自于1789年法国革命期间革命军所戴的帽章。请问，法国国旗中间白色的部分最早的时期代表了什么意思？一、贵族；二、教宗；三、法国人民；四、法国皇室。请讲答。来，请讨论。觉得是为什么觉得是人民？因为法国是那个三个颜色是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平等、博爱。对，所以感觉最接近的应该就是法国人。嗯。好的，法国国旗的最初意义，红色跟蓝色分别代表的是巴黎的颜色，白色代表的是法国的王室。但是惠莲刚说的没错，现在。大家说的法国国旗的三个颜色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所以对不起，法式用队你们答错了，很可惜哦，是早期不是现在。好，接着看第三题会出现什么数字？37，很奇怪的数字，对不对？啊，来，我们先看一下图片好了。哎，你有去到那里吗？这桥上面有很多什么？那个行人锁，是的，塞纳河是流经巴黎市中心的法国第二大河，河上共有37座桥，用来连接两岸。图片这座桥锁满了五颜六色的锁头，请问这座桥的名字是什么？一、新桥；二、艺术桥；三、亚历山大三世桥；四、圣母桥。请讲答。有 PPT， 请讨论。去过了，请回答。是圣母桥。圣母桥 ，OK， 不敢。全长780多公里的塞纳，哇，好长哦，光明媚，好浪漫，浪漫。我们再来看几张图片好了，有多少个锁啊？哎，塞纳河畔很长，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有多少锁在这座桥上？听说啊，上百万，哎呦！但也因为挂这么多锁在上面，所以说那个时候当地政府担心它会崩塌，哎，因为太重了，那都是可能有些铜啊或者是铁啊，所以后来呢把它取而代之掉，全部替换掉了。怎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哇，换上很多艺文展示，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做艺术桥，不好意思，答错了。不过呢，在今年的6月，塞纳河呢，因为连日的大雨导致水位暴涨，那这个水其实漫到了市区，是这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大雨。当月呢，法国就慈济之工前往协助，这个后面会再跟大家做一起关心这样子的议题。好，马上看一下下一题会出现什么数字。出现的是数字3，我们来看一下图片，这是哪里啊？这就是我们的罗浮宫。罗浮宫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是目前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其中著名的罗浮宫三宝不包括哪一个呢？一、蒙娜丽莎的微笑；二、双翼圣女女神；三、维纳斯雕像；四、大卫像。请讲答。哎，请讨论。好像我们那三位笑确定是在那边嘛，对不对？我们三去法好了。三。大卫蛮有名的。很有名不代表他在那边啊。时间到，请回答。是大卫像。好，
大卫。L B D 有别的答案吗？有去过，然后我记得一二有，然后三我也感觉有。四，我觉得好像甚至是在那个吧，意大利罗马。大家没有。三或四，我们在犹豫中。好，罗浮宫它是坐落在塞纳河的右岸，后来建造这个玻璃金字塔是美术馆的新入口，成为巴黎的新地标。馆内珍藏超过30000件的艺术品，著名的三样艺术品呢，第一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嗯，没错。第二个，双翼胜利女神。第三个，维纳斯雕像。哇、哦！大卫像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美术学院。哎，恭喜发射中队答对了。哇，真厉害厉害！好，接下来看第五题会出现什么数字？出现的是1889年份，不用说，一定是年份了。好，两个答案选项先告诉大家，这个，好，第二个是这个，好，1889年建造了红磨坊，哦，因为它的屋顶上有这个红风车，仿造的红风车闻名于世界上，有两部电影就以红磨坊为主题，请问红磨坊是哪一种舞的发源地呢？请讲。LBD 讨论一下，有讨论，看那个颜色，对，二了，耶什么耶？二，看电影，看电影就知道啦。那是不是二了？我们一二三来解答。好，一二三，锵锵，康康，给，就是康康舞啦。是的，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需要找个地方放松休息，于是酒吧和歌舞厅成了当时的首选呐。红磨坊因为著名的康康舞而闻名世界，所以恭喜 LBD 队，你们答对了。康康舞的音乐才会。好了，还不错，对康康舞的印象很深刻了，对不对？好，透过以上五个数字题，我们就看到了巴黎浓厚的艺术，还有人文的气息，还有美丽的塞纳河、巴黎铁塔，但是。在2016年的6月，因为连日的大雨，塞纳河暴涨，波及的市区还有街道。在那个月，法国慈济志工也前往灾区给予援助。继续往下聊的之前，先看一下两队分数怎么样。一来一往，哎呦，哦 ，LBT 队获得的分数是1分，恭喜。法式幽默队也拿到了1分。我目前真的就是一来一往，果然是一来一往。你看对不对？好，两队平手，继续努力啦。是的，马上进行我们第二单元世界大发现。世界大发现，请仔细看 VCR， 屏幕将从影片中延伸。率先抢答到并答题成功的队伍，即可获得1分。你看第一个，陛下。巴黎是一座充满浪漫幻想与美景的城市，被誉为一生必访之地。然而2016年的5月，欧洲开始的一波降雨，罕见的超大雨量，各地纷纷传出淹水灾情。其中在法国中部的萨尔布里市受灾情况严重。我们发现那种水灾淹过的惨况，真的是让每一个人都心碎了。我们带来了上人的关怀，以及我们全球慈济人的祝福。我们呢紧急跟市长要求，我们希望在这里做这个紧急慰问金的发放。法国慈济志工前往重灾区进行勘灾工作，展开居家访视，并且发放急难慰问金。Et ça nous a servi un petit peu à faire des loisirs pour changer un petit peu les idées des enfants.Et puis acheter des premières choses qu'on a besoin, qu'on n'aurait pas pu acheter sinon. Puis on a des personnes qui ont des minima sociaux, mais même avec les minima sociaux, ce sont des personnes qui ne s'en sortent pas financièrement au quotidien. Ce type d'événement ne vient que vraiment casser, mais tout l'avenir de l'individu. Et c'est là qu'il faut justement, même dans un pays riche, apporter une aide.Et cette aide, elle est à la fois financière, bien entendu, mais elle est aussi psychologique. 志工们带来了上人诚挚的关怀慰问，以及所有慈济人的祝福，希望能给予力量渡过难关。印象里面，欧洲、法国、意大利这些，哇，都是非常的先进，对，非常的富有。可是再富裕的国家，也有比较没有收入的，比较贫困的，比较需要帮助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慈济就去帮助
在这个他们本来可以自己可以自给自足的生活，可是因为灾害天灾的关系，他们的未来受到这个严重的打击，但是由我们实际的志工去帮助他们。好，题目来了，请问2016年的6月，法国下起连日大雨造成灾情，请问最为严重的萨尔布里市是位于法国的哪里呢？一北部、二中部，还是三南部？听讲了。哇！发现不对，讨论一下。刚刚影片中有讲吗？他只提到萨尔布。我觉得市长有讲话嘛。答案是三南部。南部。哎。哦。南部。LBT。中部。到底是南部还是中部呢？不敢。今年的6月这场大雨呢，在法国造成很严重的洪灾。其实对一辈子都没有遭受过灾难的现在的法国人来说，安居乐业对他们来说，那一次的灾害其实冲击很大，不仅是生活上或心理上都是。那刚刚呢，就像雅里说的，影片说的相当的清楚，这个萨尔布里市呢，其实位在法国的中部，所以不好意思，你们答错了，脑歪歪，没有注意听啊。没关系，好，没关系。还有第二则影片，来，请看 VCR。法国发生水患后，慈济志工前往灾情严重的萨尔布里市发放。第一场的购物卡发放来自法、德、美、英、澳、意六国，集结了47位志工参与。为了帮助自己家乡同胞。慈济美国影视制作中心的导演康尼尔在厄瓜多赈灾采访结束后赶回法国和慈济志工合作，因而促成此次的发放。然而在法国，人们并不习惯接受援助。此次的赈灾是慈济志工的第一次发放，也是法国史无前例的一项慈善行动。Une cérémonie très émouvante. C'est vrai que les habitants de Sabri, les Solognaux en règle générale, sont des personnes qui sont assez rudes. Et là, je les ai vus, mais excessivement touchés. Tous les témoignages que je viens d'avoir sont témoignages de quelle humanité. Tous ces gens qui sont venus nous voir du monde entier pour nous.Dans notre campagne, petit Solonio, pourquoi? Et ils sont vraiment excessivement touchés par ce geste. 透过直接重点的援助方式，给予灾民最大的祝福。也因为这次援助，志工们深深走入法国人的心中，灾民们的感恩之心溢于言表，纷纷在爱心板上写下了满满的心情与感谢。其实，在很富裕的地方，如果遭受到的灾害，很需要心灵的抚慰。来问一下两队，看我们两这个影片有什么感觉？刘PD，我觉得法国对台湾来说，台湾人印象觉得法国是一个经济发展蛮高，然后又蛮富裕的国家。然后这次他们发生这个灾难，然后慈济有去救助，就有发现说，就是帮助这件事情是没有分。等级的，对，然后会用最实际的方式去帮助他们，让我发现爱是循环的。没有错，爱是循环的。我问一下，法师救国队这边呢？也许，这些法国人民他们其实不是那么习惯受到别人的帮助，但今天因为这场灾害，也许，会有很多人希望可以去帮助他们。对，那今天我们可能上一课是施予别人的人，但下一课也许我们也会接受别人的帮助。对，就是像雅人说的一样，就是这就是世界上爱没有分国界，然后就是会一直循环。是的，不分国界的爱，我们需要继续的循环下去，也希望继续感染到更多的人，一起来把爱的种子、善的种子继续传播下去。题目来了，请问，法国在发生水患后，志工们前往。灾情严重的萨尔布里市发放什么呢？一食物，二毛毯，三购物卡，是哪一样东西呢？他们最需要的，记得了。还有雅云，谁按的？谁按的？谁按的？雅云按的。哇，还有 B D 来。你看，三购物卡。购物卡。
相信应该没有别的答案了，没有别的答案，对不对？好，到底是不是够哈？我们来看一下解答，米奇啊。Cette carte va nous être très utile car on a perdu beaucoup de biens. On remercie de tout cœur cette association pour cette générosité, pour cet amour qu'on nous donne. Bon, on ne savait pas qu'on allait avoir un don, donc on est venu comme ça, un petit peu au hasard. Mais si, si, c'était très bien. Bon, j'arrête parce que... 好，恭喜了，B 姐答对了。好，还有题目哦。这次发放的促成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那是慈济美国影视制作中心的导演康尼尔。请问康尼尔在回到法国前是去哪里赈灾呢？一、厄瓜多；二、美国；三、澳洲。金塔，发生了吗？请讨论。一。哎呦，哦，确定吗？这么快？我刚讨论到哎。一轩，告诉我你的答案。厄瓜多。厄瓜多。影片里面有看到，有听到，有哦。为了帮助自己的家乡同胞，慈济美国影视制作中心的导演康尼尔，在厄瓜多赈灾后赶回法国，四处奔走与慈济志工合作，因而促成这一次的发放。没错，就是厄瓜多。恭喜法师兄队答对了。好，第一个阶段呢是一来一往，是，第二个阶段也结束了。两队分数怎么样呢？不敢。第一阶段一来一往嘛，然后第二阶段是有来有往，第二阶段二来二往，是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LBT 队获得的分数是两分，恭喜！哎呦，法式幽默队也同样获得了两分，果然是一来一往。二来二往，所以恭喜两队都可以获得9963的里程数，恭喜！耶！但是，网络报名的 LBT 可以抽倍数球来哦，三倍，LBT 要也重新抽，好，对，文化里面有两倍跟三倍两个，三倍，哇！我们 LBT 可以得到三倍的里程数，29889公里，恭喜！相信很多人想报名也来争取里程数了。是的，没有错。今天原本才9000多公里。对呀，网络报名，你只要网络报名，抽到三倍，将近3万，机票已经一半多都拿到了。对呀，怎么报名？你只要在粉丝专页打“情牵四万里”，举手喊我要，就可以在节目现场跟我们碰面喽。打完了啊！我要真的吗？这一定要，真的这样就照着我的动作就可以了。要再输入一点。对啊，没有错，跟我们的小编说我要报名，对，查一些资讯这样。你要回去真的按完之后，我要很麻烦了。好，是的，今天跟着我们的足迹到了法国，下一次我们要飞往哪里呢？要关注我们的节目，跟着我们的足迹一起情牵四万里。下次见，拜拜。Yeah.